我身后这个发热诊室启用于今天早上8点钟。这个发热诊室总共面积有212个平方，里面有3个诊疗间，同时可以容纳3个医生就诊。里面我们一共配备了7个医务人员，每4小时更换一次。根据今天早上的诊疗速度来讲，我们一天大概可以容纳300位患者。 那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发热诊室？首先是为了方便老百姓，给真正发热的患者进行一个就诊；第二个是把发热的患者与普通的老百姓进行一个隔开，起到一个避免交叉感染的一个作用。我是这里附近的居民，昨天感到身体不适，有发热、干咳、头疼。今天知道这里有个发热门诊，然后过来这边看，感觉挺方便的。 来到这边的呢，时间人家医务人员给我指引，先去挂号，然后等排号，医生确诊之后再去做抗原，抗原之后等结果，还是总体来说是比较方便的。最主要是做完之后能安心不少。配备了抢救室，那么有抢救的药物和设备。 不需要热。这个体温比较还可以，然后就是吃点清热解毒的药。一般高烧的话可以吃点退烧药。